那你为什么要拜师啊？你被老虎追过吗？我被老虎追过。我知道他要吃我。后来，我就把他给杀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不要再当人家的盘中餐。如果有谁敢觊觎我，不管是神，是人，或者是仙，我都不会让他们得逞。 后来我出海了，我唯一的朋友为了救我，死在路上。人类想吃我，天兵想追杀我，仙人又不收我，只因为我是一个妖怪。我不愿做软弱的妖怪，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，活得更好。我一定要继续吃。 一定要坚持活下去，坚持到这扇门打开。只要门打开了，日子就会好了。大师。 贫僧有一种预感，你我有缘。大师，请。那你们俩过来吧。 这和尚谁呀？ 济公祖师的至交好友，了悟大师。了悟大师？奇怪啊，为什么大师身上的佛光没有了？什么？你我有缘，最好是没有。请。了悟，这个。 又是何意啊？本是以举死棋，自当置之死地而后生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数年前，你我曾有过一盘残局，没想到出此一招。只是这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招，却是贫僧，是吗？只是这一招，极险呐。贫僧。 心中有数，这一招若是不成的话，万劫不复。为普渡，我愿化作这颗棋子，解开佛法，百世之祸。此心已决，贫僧已请证大师安顿那最后一世。若苍天存德，便让我行普渡之法。若不成。 保重。
小妖，师祖不肯收你，你却死赖在这儿一年还不肯走，这么脏兮兮的跪在门口，众人肯定会以为是我们万空山施虐于你。一个臭妖怪也想修行，简直异想天开！快滚，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东西！教训这个臭妖怪！打他！教训他！教训教训你！臭妖怪！臭妖怪！臭妖怪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他！走开！打他！ 师爷，别打了！世子师伯还有师兄，平日对你疼爱有加，你是万空山的四公主，我们不想和你动手，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收拾这只臭妖怪。师兄，求求你们别打了，他简直是个小妖，别欺负他！别打了！住手！你们再欺负他的话，我就告诉师祖你们欺负我。寒石。 是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谢谢你一直以来陪着我，送你的。 师父，青云师叔，小妖，速速离开万空山，否则有辱我万空山名声。我绝不饶你，我绝不离开。带他下山，让他去别处拜师。是。师叔，你们干什么？ 老头会读心术，他想读什么？哎，啊，咱们师祖啊，估计是想让这臭妖怪彻底死心，才会叫进去，亲自开口拒绝的。就是不知道师祖会用什么理由啊？哪需要什么理由，直接赶走就行了。你说咱们这师祖也真是的，把这臭妖怪留下，认个什么劈柴呀、打扫的差事。 不也正合适吗？再说了，咱们厨房啊，现在正缺个人打下手呢。你以西夏生化，心中已生出善根，这样吧，做我的入室弟子，排行第十，你意下如何呀？愿意，愿意。你的姓氏，按照排行来定。 像个人样了，多谢师傅。修道之人还能看出你的根底，这样可以免去生活中的很多麻烦呐。师傅，莫说这些不相干的，何时教徒儿道法？好，不说这些，从明日起，为师教你修行求道之事。请云。
这个小妖是我的入室弟子，排行第十。叫石有无，从今以后就是你的师弟了。现在关内的大小事务均由你料理。石有无就是你的石师叔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师父，师祖不是要把这个臭妖怪赶下山吗？怎么会收他为徒呢？是啊，师父，师祖是不是搞错了？他一个臭妖怪，根本就不配入我们望空山的门，更没有资格做我们的师叔。 是啊，师父，请师父求师祖收回成命。求师祖收回成命。此事已定，还不见过你们石师叔。师父，弟子不服。为师的话你们也不听了吗？弟子拜见石师叔。许都，弟子。 拜见石师叔。哎，庞师叔，你想不想去附近逛逛？我带你去啊。嗯，走。连我的读心术都对他无效，又信口胡言，区区肉体凡胎，在门外跪了整整一个春秋都不肯离开。可见此妖执念极深呢。如此心性，师父为何要破格收他为徒呢？ 还是入室弟子，实在让人费解。望空山有我执掌律令，这小妖千万不要放在我手里，否则绝不轻饶。